之前有个歌手很喜欢讲一些有的没有的，自以为是西雅老舌歌手，唱歌像鼠来宝一样，他骂很多歌手，然后没有人回话，都觉得我看不下去了。我回来了，以为是 Mr. Right， 结果是左边的人。以前是吃饺子老虎，现在在吃老本，到底是把粉丝当朋友，还是当提款机？刚出道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哦，国外的这些饶舌文化歌词来写，都是比较黑暗面的。我是喜欢这样的音乐，但是不是喜欢这样的内容。如果你作为一个歌手，我只管我的红，我哪管给不给别人带来什么？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会是也是挺叛逆的。